我一个朋友的女朋友跟他对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这许多成和展之琳在一块了？没在一起，就是他总是……哦，我都说是我朋友。你有朋友吗？你哪个朋友我不认识啊？怎么没有？朱林峰不是啊？你不说我都快忘了这个人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女人呢，就是一株娇花，必须要用心浇灌，如沐春风。你现在要做的呢，就是一鼓作气，主动出击。为什么要我主动？我跟你讲啊，老蒋，展志林那小子撩妹可比你强多了。你又没见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是是是，嘴硬啊，嘴硬，继续硬着。前面右转，先去趟有福路。哦。哎，有福路，那不琴行吗？可以啊，老蒋，你是不是开窍了啊？是不是想第一时间把新歌拿给许多成听？但是我跟着去不太合适吧？当地弄炮你瑞哥不太擅长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以后我说的话呢，你都得听，你知道吗？我虽然叨叨，但是我叨叨的都在理上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拿你当哑巴。谢谢你过来看我，我挺好的。那就好。哎，刚听你弹了一段，还不错。你还偷听我上课呀？什么叫偷听啊？作为琴行老板，只是微服私访，观察一下员工有没有在认真工作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去那边坐一下。我这腿有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疼一下。慢点，慢点，小心一点。哎，你干嘛？别动。疼吗？我去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了？真的，我觉得吧，你今天这个发型不太帅了。你有病啊！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咱今天这身衣服不太适合去见许多成。我见他有什么可穿，什么不穿什么的。要不这样，那，你别动，你看着我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今天咱们这车特别脏，我觉得咱们应该先去洗下车。处女座，你得理解我一下，咱们体面人是不是？洗什么车呀？这都到门口了。别说话，面子重要。洗个车再回来。走，带你去找隋医生。不用了，我真的感觉好多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放我下来！我上周才看过医生。你要是想多活两年，从现在开始都得听我的。没事，隋医生，您说吧。你现在已经到了发病的阶段，会出现四肢、躯干的肌肉乏力，再接下来可能就是肌肉萎缩了。那隋医生，我能弹琴的时间还有多少？这个事儿啊，还得通过一些辅助的检查才能够判断。只要积极接受治疗，还是可以延缓的。其实我是想问，我还有多长的时间？一般来说是3到5年，但是呢，患者情况不一样，如果控制得好，也可以达到10几年。抱歉。没事儿，其实我都知道，我就是想确认一下，没准儿我能多活几年呢。江南，你是来找许多成的吧？他在吗？他给我问了。这位先生，你眼睛怎么了？哎呦，眼睛有点干吧。这人找不着，不在，咱走吧。谢谢。
先送我去我妈那儿吧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这里就是上次直播展之灵跟许多城的琴行吗？你进去看看。好。老方，你继续跟着。我不回你微信，你就不会主动联系我，主动找你，你又关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收拾谁啊？谁关机我收拾谁。哦，没事，我有充电宝。说，佳怡姐，原来许多成在这家琴行当老师教钢琴课，他还会教钢琴。还有，这家琴行的老板是展之林。店员说许多成身体不舒服，展之林陪许多成去医院了。医院？那还不赶紧派人跟着，多好的机会啊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安排。你是怎么发现这儿的呀？托比万解散了之后，我爸给我安排工作，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会来医院，所以当不开心的时候，就会来这里走走。没有想到你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啊。怎么，难道我看上去没有烦恼？喊吧。啊？嗯。啊！许多成，你要活下去，你要好好活下去，坚强的活下去，许多成，许多成，你要加油！啊！我喊出来感觉舒服多了，该你了。我又没有。真的吗？我才不信呢。你啊，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，知道吧？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，一定要记得打给我。嗯，那个，今天谢谢你啊，又耽误了你那么长的时间。你不是说过吗？我呢，可是唯一一个能分享你这个秘密的人。走了。许多少？江南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有什么不想让我见到的？哦，你是看到展之林送我回来了。许多成，你给我记好，我们是雇佣关系，所以我要求你以后除了琴行上课的时间，不准再和他有任何来往。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？这些天你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我，现在突然出现又对我管东管西的。再说了，你不让我见展之林，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？没有理由。你也说了，我们两个是雇佣关系，那我跟展之林之间也是雇佣关系。你们两个突然变得水火不容，现在要把我拉进来站队。而且我觉得展之林没有那么糟糕，他平时对我也挺照顾的。你有什么需要照顾的？我照顾不了你吗？再说你也不想想，如果你不是我的女朋友，展之林还会对你好吗？那你的意思就是展之林为了针对你才故意接近的我？你也不要肤浅的这么可笑，被有钱人追就上赶着。你再说一遍。被有钱人追就上赶着。你有病吧？